啊，宝可梦城镇地图。没想到爷爷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，对，那个那一部是要什么东西？爽朗吗？爽朗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所以等我升到爽朗再说。对我什么爽朗？爽朗，爽吗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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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爽。看我玩什么伊布？不是啊，那今天如果要升给他，升给你们的啊，这不是我要的啊。我真的好持久哦，谢谢哦。还是就随便升。哎、欸、干，这是3 V 耶，那样二方、哦，这是好棒哦。防御特工，速度，防御特工，那怎么了？这两只，哎，可以耶！等一下哦。攻的吧，攻的，嗯的，还是你的5V给我？你的5V是什么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们来888 8788、哦、因为不是伊布几乎都是特工的嘛，玩特工的，亲密度有办法吃回来吗？有办法用吃的吗？亲密度吗？可以啊，你要吃一些是什么加亲密度，但是会减一些什么能力值的果实。你有几只？几只要让我孵？就一样是让我升色为那种方法。啊，玩不了。特工的水质冰一的，我都是大胆，因为我要练月一亮一。大胆是啥？加啥就啥。你很大胆哦。夜一步跟火一步是助攻，对啊，所以，好、啊、让我看一下嘛，可恶。希望是母的啦，不然我那个蛋种好像真的有点不行。
你。冲的，大胆。降攻击加防御，那我就随机选哦。HP 非常，啊干，我怎么都是。我想一下怎么办哦。嗯，月亮一步王冲房，那我就不锁个性了哦。月亮是坦，那很适合我哦。哇，哭了哭了哭了，哭雷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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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对哦。有没有母的伊布啊？啊，有了，我晚点再用公的卷卷耳敷。欸，不对啊，我没有卷卷耳，白痴哦。那那伊布是什么群？我看一下哦。路上第一步是路上群，我要路上群，路上。喵喵三弟，楚风速狗，小火马，一步回。用百变怪夫哦，对呢，北西哦，对耶，我比我还聪明。有，打开包包。哦，哎呀，红线呐、啊，红线呐、啊，红线呐、啊！那绕半天，来，有字母的 EV 要吧？没关系啊，先升这个。可以啊，你打那个有没有人还要蛮一不错的报复？哇，你那个你这个认养的打得很专业哦。现在没什么好开台的，欸，嗯，因为等一下手会不在这个位置上，还是有人要挖矿？有人在分蛋连锁什么之类的吗？还是我们来挖矿？我看一下入蛋群我有什么，就是生命是满的，现在主要是看生命。不对啊，我这一群里面难道没有生命满的母的吗？啊，要公的，要公的。你看，太完美了。等下就是生出一个母的之后，拿去跟公的生这样子。啊，好完美，我们的计划写好了。然后再来是。孟鹤，
阿伯说，看一下，我们去练他，把他练到月亮一步，然后紫荒大队嘞，我在这。啊、哦，还要去孵孟特吼，然后要把一只孟特扔进去。你可以先带他去按摩，对耶，感谢你。哪个房间？哦，好好看哦！打开包包。走。带你去按摩，好。我又忘记按摩在哪里了。按摩，按摩，这里。嗯，教主抓到两只。我本来以为我可以锁更多只出来，然后多的。第八只开始可以送了，哦，没有啦，我应该不会全用啦，雷伊布跟太阳伊布我不会让他们设围啊，太丑。设围生出来蛋也是设围吗？不会，一样也是运气运气。是。对啊，没有那么好康啦。这游戏怎么会那么好康呢？或康或利哉。哎，不会开太晚哦，我只是小开一下而已。只是跟你们讲说，大概会付给你们。那有谁会要一部？我先统计一下，然后我会把一只弄成孟特哦，就是可能会升到孟特一步。流星药还有谁？今天的生和玉的闪光剪精华吗？没什么好剪的吧，就只是遇到生到而已啊。那之后再来跟我要吧。这之后啊，明天应该就可以了。明天高校结束后再小开一下。那有话的话，明天来跟我认。怎么那么好看？哦，花红，花红。好，三只是不是少？是，还是就是付出高低给你们自己去？看一下。攻击降了两阶，维娜，蓝衣布好想要，加油！衣布的有跟到，玛丽露的没跟到，太长时间没跟到。八七八七八七八九，有要那个樱花儿的话，可以去找一下泡芙。
啊，把它摆出来，把你放出来，一起走，走，哇，哇，我发疯了，怎么那么可爱哇？哦，怎么办？我突然好想揉布布哦。我要拍给狼儿看，等我一下哦。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狼儿的 LINE。狼。一颗狼。打算进化哪一只？月亮伊布啊，所以现在培养亲密度跟晚上进化。现在在练等，练一下等级。伊布要抓，还要等大宅出现才行。对啊。要高 V 的真的只能靠生蛋，阿亮不如我们晚点再来搞吧。就等我吧，等我就是生。就生了一公一母给你们，你们自己去玩，这样子可以啊。等我先过二周目。哇，你这么拼哦，你在打了哦。啊，阿亮加油！对战塔用银冠石，一下。跑起来！跑起来！伊布，跑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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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阿亮要打二周目了，梦哦，不会是老亮？老亮的棒棒。换到爽朗了，晚点给你，我去检索杀莫森。好。哎呦！那我们练到月亮伊布升等，我们就关台。那这一段应该不用剪，不用上传了吧？这一段也没什么好剪。哦，白色的衣服哦。小雨，如果你有在看的话，对啊，你的月亮衣服应该可以用金冠加特性胶囊改掉，果实洗掉也能成为
神童或天贵，可以吧？我觉得可以耶。交易给他，他只是增加他那个抽奖的几率啊，中大奖的几率。一定要主人说，一定要主人说有一步才行。给个甜蜜甜蜜蜜，甜甜蜜啦，甜蜜蜜。哇，那我是不是不该现在练的啊？那这样子努力值都跑掉了。哇，努力值跑掉了。打开能力。第三个暗叉。努力值可以用果实洗掉，不是现在果实很难得到哎、欸，超难种的哎、欸，还是正常。重点主人今天跟我说胖丁，我一只胖丁也没有，胖丁他特殊的都只有5%，而且可以加亲密度，我知道啊，但是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果实嘛。就下面这几个果实是增加的，这个嘛，这个是加的啊，这个也是加的啊。可是真的好难种哦，我的那个，好，不然我关台后自己去把所有果实整理一下。放长线钓大鱼，现在开始慢慢种，有道理。好，就慢慢种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都也给我去种，有没有？交易给我，流氓，流氓乞丐又来了。对战打有得换哦，我种完用花才会种到，好像一到两。有啊，我种完有浇水啊，不是长很慢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流氓啊，那个没有，刚开玩笑的。交换的时候给我，好。所以我这是要加双房，对不对？那个阿亮，如果月亮伊布的话是双房，还是要血量跟防御，血量特防。啊！对战塔给的点数超吝啬，就很吝啬啊！听小雨说打那么久才几点这样子，你要乐观点，这样努力的果实会加十几米。一连胜三分，对啊，没事啦，反正今天有一只月亮了，就拿来当餐馆，餐馆也可以哈。就慢慢量它。不是啊，现在你吃这果实也没有意义啊。现在不知道它是要加什么。哦，这是什么特性啊？哦，很
乐天。过啦，点不到他啦。哦，我好像不能讲出亲密度高进化这件事情耶，像我那只卡比兽。小雨快去连，在十二点的前再连，加油！小雨去连、欸、还是你已经有了？我本来想说我那时候连到二十几二十七吧，我想说那我不连了，我要直接就是一直刷那个 你懂吗，就是不要连了，然后就那个就该用刷的。可是那时候看了一下，说是什么两千分之一，我要算了算了，继续刷，继续连，继续连，我不刷了，继续连。攻击型就顽皮，辅助就大胆，辅助吧，因为攻击我攻击太多了，我喜欢露一点硬一点。你连四次一只断，我用第二台玩钻针的时候发现，不太能去地方都忘记了，赶快用不。降爽没一直降，像那个多多虫、多多罗、钢铁厂，还有初期两个洞可以冲浪的点都忘记。你说我吗？还是你？吓死我了！我刚想说，该不会关台了吧？还好没有。刚是关台了啊。刚刚是关台了，没错啦。我聊一下天，这果实可以收了吧？我去偷偷看。我看我怎么守这里，白痴哦！我记得我中的那个是，降攻击加亲密度的。这个吧，像攻击加亲密度的果实。零不是谁？完蛋，晚点真的要一个一个去找我动过的果实了。没记的，没记的，没记。
画面看就要看十秒钟了，威吓啦！繁星，你这边有换换班，有需要可以来跟我换。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，我现在有点僵了。还是，欸，有观众去你那边换了吗？票房是什么？好，鹦鹉学舌哦。话说繁星要不要顺便带个这两只努力值刚好一个加工局刚好？可以把对战动画不是啦，那个啦，降那个，真的吗？可以吗？加攻击速度的吗？你要确定呢？你确定吗？你确定的话，我就用了哦。因为我在想要怎么办呢？啊，不会跑到加雷丘吗？我看一下哦。雷丘，雷丘是。明明就加防御。哎、欸，看错，对不起，欸、真的也是速度哎、欸，那暴力龙，暴力，暴力，还暴力龙类啦，鱼王，暴力的攻击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我还练了。玛丽露不太吃速度，那玛丽露要什么？攻击跟什么、啊？玛丽露练 HP 攻击，这样吗？练物攻型刷这两个不错，可是玛丽露不太速度来，速度我不太低。哦，那快龙可以吧？迷你龙，迷你龙嘞，力量速度吗？你要玩辅助型，我帮你弄只按招式的伊布放在哦。你是说，到时候我忘掉一招，然后去学吗？好啊，二号，那我要带喽，小雨的迷你龙，我就带出来喽。也不是，他速度太低，用神速的。谁？你们现在在聊谁？迷你龙吗？哎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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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问一下哦，像如果雷丘是3嘛，那个暴鲤龙是2，那万一雷丘今天打到满的话怎么办？
他多的会加在别的东西上去吗？还是不会？迷你龙先用先制造，用先制造的，好，好麻烦哦。不会哦，那就好，那就不怕了。欸、小雨，我发现呢、啊，你看这边一人游玩，然后，哎、欸，怎么位置变了？啊，这里吧，是你。哎、欸，啊，补血的嘞，刚刚不是有看到补血的？哎、欸，算了，当我没问，当我没说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啊，原本不是有个补血在哪里？啊，左上角，左上角，想起来了。好啊，不谁？这里，补血。然后再回洞窟上面。哎，不是不是不是哦，谢谢你给我东西。你城镇的眼镜拿了吗？什么城镇的眼镜？什么眼镜？我有一个黑色的墨镜吧。月亮一步要狂嗑药了，不狂嗑药，狂吃草了。小雨，哪些不能忘掉啊？小雨，你的哪些不能忘？还是我之后再带来学就好了。神树是弹招嘛？龙武也是弹招，对不对？龙系干，好像什么都是弹招啊！是不要理他了。嗯嗯嗯嗯，好奇龙尾。都会有墨镜啊，墨镜。有吧？龙骑士特工不太需要。好，这个、哦、黑色眼镜哦。好，龙骑不用留。好。水流喷射是因为玛丽露去敷的，我想说你怎么会用水流喷射？那也不错啊，有水流喷射哎、欸，又神速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两个先制招哎、欸，赞哦、喔！不是哦、喔，不然要去拿什么？
你说神河镇的哪里？神河镇的左上墨镜男，早晚都有墨镜人拿。对啊，现在去拿。好，我去拿。等我 PP 用完。晚上有博士眼镜，早上是讲究眼镜。哎、欸，那我什么都没拿到、啊。不有黑色墨镜。我只能开到十一点了，好吗？就开这一小时了，也不知道干嘛。你们想说进化成月亮一步再来？对不起，进化月亮一步再来弄，我发现没办法啊，有点没有说撑不住啊，是。还有晚餐要吃，晚餐在旁边。我先讲一下喔，没有说很饿，就是晚餐在旁边，还是非得吃一下这样子。然后加上已经开了十二多个小时，也差不多了。有很多事情明天才能开始做。哎呀。到时候就是攻击跟速度吃回来嘛，就是攻击速度先吃到零，然后再来去弄其他特工特防。我吃啥当晚餐？当便当吧，还没吃啊，因为一盒就在我左边。好奇为什么下来要多转个两圈吧，因为过去回来下来好像是90步吧，要再多绕个两圈。哎呦喂，关掉那个快好多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
上去，好上去，然后过来，如果不转圈的话，他在西部，就在圈圈，好没有。快变消炎，关掉就回不去了。不是有时候是突然想要看看动画了，因为我也知道，因为我之前都也是不爱看动画太久了。小雨，你在连了没？你剩一个多小时可以连了，哎，泡芙都在连了，哎，等下泡芙你有在连吗？你的伊布呢？你今天不是也是伊布吗？而且你的沙奈朵也很给力，还让你炒几行就一直复制雷丘。没有，他也很常复制那个暴鲤龙，好不好？你再连了，狂断。好，加油！至少一只色尾，好不好？一定可以的。不是耶，不是耶，进化了，你该进化了，你该进化了。噔噔噔噔，我要听到这个声音。没有，没料。没有料。一圈，两圈，按下去。噔噔噔噔，很不行。也别担心了，我没有怎样啦，我不是太累啦，就只是差不多该休息而已。有，我想等过十二点，我要记录一条时间看行不行啊？可以啊，如果没遇到社会的话，好啊，你再看看。那你晚上就有事情做了，打到人家没钱了，不是他们钱还没进账好吗？刚刚没有读到，就是钱还没进账。你记得调时间好像会重置，你是说过十二点之后调回隔前一天，就是又变回一步吗？哦，所以就跟动身一样嘛。哦，这角度我喜欢。欸，回去回去回去。不是我不是我。刚那个。哎呦。然后你调回来之后，你的樱花儿就烂掉了。樱花儿长蚂蚁了。快打谁？迷你龙。好低哦，其实我已带头全部烂掉，对。没有啊，动身啊，哎，对哦，泡芙没玩过动身哦，就是。我们有个东西叫大头菜，那大头菜东西只能往前调，当你往后调的时候就会烂掉。该说了，往后调啦，直接往后调。啊，但是你直接往前调的时候，你只能当未来人，不能当过去的人。你一回到过去的话，你的菜头全部烂掉。因为昨天杰克问的是两天后调时间重问，没有变。哦，
所以意思是，你只要在12:59把时间调到0:01就好了嘛，就是今天28号的0:01。然后就看到满满的菜头在地上跟蚂蚁烂掉的哦，被咬破。你玩了快13小时哦，拜托，跟你讲，当时伺服器宝可梦伺服器一开，那时候更迷好不好？啊，接棒有要学吗？不用，我11:00存档问问看，好，好。看一下钱多少，好包哦，快可以了，我们钱又快回来了，真的还好，打20轮就好了，还是我给他吃药啊，浪费，赶时间，没时间。没钱了吗？钱被我打完了吗？不可能吧！你刚还有钱吧？你确定？哦，是吗？哦，是吗？哎呦，还有点私房钱是不是？打架。我还没放我的玛丽露在那边走路哎，等下放出来玩看。等这一个打完。等 PP 用完，有来定有钱呐、啊，怎么会没钱？没钱去找别处的阿公阿嬤，可是打一只才10000块。但打阿公阿嬤，我就要把这两只那个把迷你龙收起来。刚好，因为我的那个我的火山主线没有走，所以阿公阿嬤只会给10000块的钱，不会给20000。这个前辈基本上是靠。压制后背，看来这个后背，我也觉得哎、欸，安安哦，安安哦。还是繁星大头菜赚钱法了解一下，好看。大头菜赚钱法，之前八看到的，你是说动森还是这款游戏？你是说动森吗？还是这款？不要碾过衣服，我也不想啊，你要加借过啊。这款我叫大头菜赚钱法。有个关键字吗？我去找找看。收割韭菜吗？卖招式机哦，稍早看过啦、啊。我的招式机750块钱，稳亏，稳亏哦，是一定亏哦。哎、欸，好了，阿亮打完了。你说的那个在哪里？
每天更新不十二点啊，神河镇左上角。好，哎，进化的音效，来吧！哎呦，我有丑丑鱼吗？我昨天就钓到了，昨天就钓到喽。你都没看我影片哦，我很难过。神河镇左上角，左上角，然后先把这只收起来。宝可梦，怕忘记练错。嗯，啊，而且我不会练这只啦，所以没关系啦。那个，这只我不会练啦，因为它攻的，好吗？我到时候再说啦。现在有点迷茫，有点僵。我在想，我还为什么还要坚持？你现在给它吃几颗降努力值的素？大概就升级了。我在想，动，可是我的那个很少。很小。那他要吃什么的啊？查看能力。他，你看跑到速度攻击去了嘛？那怎么办？要吃降速度，降特攻。好，回复。哇，他自己捡过来的哦，白痴哦。对啊，上面没有一些，就是最下面那两颗啊。特防降低耶，速度降低。这个。打野生宝可梦亲密度降比较快吧？这个飞剑吗？哦，这个我好像真没问过他哎，嗨，我真的没问过他哎。装备携带后，特殊招式威力就会少量提升。哦，讲究眼镜吗？不是讲究系列的眼镜吗？不对。你满了对不对？快了哎、欸！给伤害朵刚好，现在没位置啦。我要带金币护符，要带安抚之灵哎。等他进化吧。我应该不会用这支链呐、啊，这支链。特防，我要吃一大堆东西，而且它是公的。刚刚刚刚，好啦，算了，坚持，坚持什么？算了，还在坚持。哎，等一下，等，刚刚说要给他走出来的，等一下哦、喔，宝可梦。我的那一只嘞，我的玛丽露嘞，我的那只水老鼠嘞，我也不见了吧。我、哦、在这啦，靠腰，吓死我，我心脏凉了。
绿色气球。啊哒哒哒哒哒哒。这个绿还能接受啊。刚刚那一朵绿，欸芬尼绿有没有啊？那种马卡龙绿，你补状态了，宝可梦。你以为会荧光，我也以为会很荧光欸，还是晚上啊？你们给我在旁边一点，不要快快快快快快开枪！所以在这，好，开枪了。来来，这边是最完美的，不要动。好，没料。繁星是打完二周目了吗？没有哦，一周目打完之后就在当个废了。没钱了，我的天！交出你们的钱！欸、也不用啦、啊，我钱赚够了，怎样？很顺地。先来这边买东西。补球，补杀虫剂。然后去领一颗蛋，结束今天。直播，欸，我知道你们也担心我没有吃东西，我等一下去吃，好不好？超级球多一点，还原治愈球这么便宜哦，没注意耶，跟机。现在抓几只色尾了？我自己抓的吗？还是我拥有的？我自己抓的就是玛丽露，是生的啦，生出来的。你看，它是孵出后相遇的。然后啊，对，小雨，如果你想要一只在花院花田。生出来的樱花儿，你可以跟泡芙拿哦。哎、欸，他超有心的，哎，他去那个地方屋那边拿，然后冲到花田那边生。他现在开放认养，然后看一下，这是小雨给的吧？然后色尾的东西我是丢在这边啊，金鱼。金鱼不是金鱼，然后这个是干爹节操给的，超级绿，天哪！然后这个也是干爹给的，就是阿亮给的。第二只金鱼啊，这只我会进化成鲤鱼，那个暴鲤龙。然后这个是第一个拿到色尾的，是一个观众给的。然后这个海兔兽是刚刚换到的，今天用一只大力士的那个玛丽露换到的。那再来是，
这只，然后也是观众给的，但是他能力不好啊，能力不好就是拿来看的。霸王给的，然后有雷之石，对，他送我一颗雷之石。然后这个，对，又一只，所以我才会练一只仙子一步起来。然后这边满满都是卷卷耳，没了。就这些，这些是连锁遇到的卷卷的，然后这是人家给的，可能会再去连一只帕奇一只来玩，欸，好像就没有了，对，没有了。这一只我真的要当餐馆呢，这只我真的不行，抱歉了。还附嫁妆啊？对对对对，他要附什么奇迹种子，好可爱的，好可爱。啊，我们稍早这边在屠宰场啦，一只在卖公鸡，一只在卖乌骨鸡，太好笑的，没有赶上真的很可惜。这边有卖黑暗鸭跟波波哦，对，泡芙那个泡芙吧，小雨泡芙今天他是波波，因为跟他要。HP 是要打什么比较好 ？HP 路上饭局。HP 生命是第一个，尼波粉迪克底皮，呆呆兽，臭臭泥，大舌头，一粒蛋，大舌头，海变怪，水衣裤，卡比兽，梦幻。咕咕猫头夜莺，打马利路，打完乌波果然哦，古龙弟弟，长毛猪小小象，幸福蛋，雪拉比，刺尾虫，乌妞妞，木下利，哇，木下利是哦，哇，哭了。过 ，HP 海兔兽，我看一下，我再看一下哦，海兔兽，海兔兽是那一只前期遇到的那一只吗？大只刚刚射围的那一只吗？伊拉奇三。我再看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小卡比兽、大蛇舔、伊拉蒂娜、克雷瑟利、阿尔兽、海兔兽，长耳兔。绝兔没有哎，欸，没看到海兔兽哎，欸，他全名叫什么？请问百变怪去哪个草丛域？在这里，看到画面没有？你这边，你先飞到水脉室，然后往左边走，一直贴着左下角走那个草丛。哎，欸，为什么那个表单里面没有海兔兽啊？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海兔兽啊？为什么编号423？它叫海牛兽，白痴哦！无可海牛，好啦，差不多啦。
的表好像不叫海兔兽，对。二 HP 努力值，我在想，要不要直接灌药啊？玛丽露啦，我是说玛丽露灌药。药好像在三楼。开始孵蛋蛋，加油加油！从这个，这是几楼？你玛丽露直接灌药，哎、欸，药在几楼？等一下，一楼吗？哦，你也练玛丽露了、哦，我以为你不会练玛丽露嘞。二楼，对啊，我想开始直接练玛丽露了、欸，哎。二楼，环境拜拜，我要努力用花园怪了，好，拜拜。哦，我想一下哦，这个还有买错的，就是你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个。HP 增强剂。26个对不对？ 26。然后攻击增强。26。啊，穷了穷了穷了，玛丽露来。给我吃。以后带你上场，练努力值能干嘛？会让你的宝可梦会变强。只有你有三了，多买三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后面还是会买到。我刚有看到，移动，哇，怎么一直？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一个小格子在，真的很烦呢、欸。动，是回复嘛，对不对？哦。回复哦，包包，玛丽露要 QQ 了，为什么要 QQ？ 我帮他变强哎，好好说话哦。哎，是哪啊？这个啦，白痴哦。攻击增强。用26，然后 HP 增强剂，你看，原本血量13，你看我吃完之后变不12变13，有多一，然后但是你练起来才会有感觉。喝完药之后，大力士变成厚脂肪，我哭出来哦！我马上独挡，马上给他独挡。然后你看哦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你本身的能力。然后这个就是努力，你练满了，练满之后会 shiny shiny 的。你看血量攻击，好，可以开始练它了。然后。啊，那如果先用练再灌药呢？就是你今天会提前灌药的原因，是因为你怕中途遇到其他宝可梦。那有些宝可梦是加速度、加特攻、加防御这样子。啊，如果你路上不小心打死那个加防御的，你就会少错失那一点点的那个努力值。那努力值最高是252，然后。两个252会多出6点，6点是随机，看你要加在哪里上面都可以。
然后你可能觉得一两点无所谓，可是就那时候讲了嘛，我们如果打后面，如果大家你看哦，两边玛丽路一样都是一样的属性，但是努力值不一样的话，就是会输人家一级这样子，所以最好还是孤单单顺便挖矿哦，就是要确保说努力值不要跑掉。像你看我这只哦，刚刚不是说要那个吗？卡干跑什么？刚说要练防御之类的吗？你看哦，比较尖的那个就是努力值。你看我现在努力值跑掉变成攻击跟速度，所以我这只后面要吃真要吃很多，对吧？那下一只的话，晚点我还应该继续赚钱啊，赚一赚。晚点宝可梦，我下一只应该是迷你龙，应该就是加减练啊。下一只沙奈朵，这两只其中一只，这样啊，就这样啊。怎么一步你的关系跟我好点，你是？记得四点前打到进化啊，不然我不要睡了嘛，你打到进化好不好？啊，这边就可以看到那个衣服。没有哦，关系不好哦，关系好像不好哦，关系好像很不好哦。干，我要收起来练是不是？所以要派出来一根打吗？惨了，那我去打训，我去打那个。好，不睡了，不睡了，不睡了。十二点是不是？宝可梦，等一下哦。玛丽露，我以前到底经营版怎么有办法让伊布在26等28等时候进化、啊？再想想，我以前好强。明天再进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先去拿蛋，拿完蛋再来生，对吧？先去领蛋嘛。那阿亮。晚点再说，如果我太累睡着的话就不要等我了。对，如果一点以前我没有敲你的话就不要理我了。你好好追剧吧。好，我们去前面的草。你没在等啊，我还在先过龙舟步。好，你竟然这么无情，我走，走去哪？只要打死就好了吧，应该不用什么。哎、欸，有什么加防御的？我顺便看一下好了。血量、攻击、防御特。第四防御，大钢石的火烈，龙岩光，盔甲，无粉蝶。
叮叮。打到十二点喽，各位大钢蛇加二房冠军之路，是啦。我现在不是说打野怪啊，普通的打野怪也可以是不是？而且那只伊布单招什么？那就算了啦，我这次当餐馆呢、啊，那个阿亮谢谢了，不用了啦。阿亮，谢谢你了，不用了。带阿离加攻击力，完蛋了。大钢蛇加二防冠军之路，那所以我又要带，不是没有按这个，带出来打不叫，还是带在身上打？但是带出来都不对。哦，好麻烦，好麻烦。那先求进化就好了，我。之后再说。难道功德真的不行吗？不是功德不行啊，他要吃的东西太多了。好，我去打钢蛇，我去打钢蛇。我要现在干嘛？哦，宝可梦，我先换一下哦。好吧，没有功德当然可以啊，是我不行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我不够好。动，原法师防御加一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去打。可是大钢蛇也不一定出现呐、啊。你的队伍不行，宝可梦。我现在只想先让它进化，因为，怎么说？反正嗑药就好了啊。重点是要吃那个，吃的有点久。我的队伍可以，你好像很厉害呢。大钢蛇又出来哦，我的杀父仇人大钢蛇。好吧，那你有我有空敷我的六尾，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开始敷你的六尾了，是不是？那辛苦你了，不好意思。我说功德啦，哦，我知道啦，我晚点敷一只功德给你嘛，那你再努力一点嘛。哦不，去你的！不行啊，打石头真的是很烦呢、欸。小雨在暗示我把设为攻的衣服给他，我知道啊。我要连十只衣服，然后开始刷草，看有没有三草。那个谁？那个谁，细谁？寂寞吗？十刷草的话是多少几率？哦，有了！哎、欸，对啊，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会这样讲，要这样刷，就是因为那时候你刷那个什么百变怪，我说从第二个就遇到闪了，我想说哇，那我要开始狂刷这样子，
就那时候看到几率有什么3000多分之1，我就对失联。3000多分之1就要刷，我想说哇，好像有点痛苦哎。小雨那个戏末会跟你说，你现在失联的几率是多少？2500分之1，小雨，你要试试看吗？到12点哦。我有多的丑丑鱼吗？有，但是，啊，我比较。我说你掉了多久，你可以这样讲吗？应该是2500分之10。为什么是死啊？可我更不相信我的奇葩。好，韩星有看假面骑士吗？没有诶、欸、诶、欸、看特性是什么？继位吗？好、哦，不是继位，这是叫什么？不是，从后台看那个字两个真的很像。啊，继位都不行，你怎么没有纠正我？非洲不是4个草吗？哦，对耶，对呢。那所以那时候是99，可是一次闪出来的啊，不是吗？再努力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在努力让这只进化。感谢帮忙纠正，哎、啊，你都没纠正我，还有一次叫得很开心。你知道我还怕说念错，就我一开始念第一个，你没有纠正我，我以为我念对。又有光之石。太常被叫墨了，小爽算了。好吧，对不起，我很抱歉，没有好好看。不要再接石了啦！我去打圆法师好不好？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这样。还是去宝可追踪海兔，好诶、欸。没有带力量系列要打超久诶、欸，可是打超久什么？没有啦，我现在主要是要先让他升等啦，后面就直接靠嗑药了啦。他看能力，你看他有病毒啊。再练一只个性破格就不怕接死？谁要破格？你是说沙奈朵破格吗？你是说破格沙奈朵吗？
哦，你只是要升等不考虑地点吗？不是，是要亲密度进化啊。所以如果你太快升等的话，你搞得说后面等级太难升，不是吗？是破格特性可以无视很多特性。好，对不起，那时候一直看到有复制到破格，我想那是什么？刚刚那是设为伊布吗？什么刚刚？一直都是设为伊布在我旁边啊。对啊，想想我那只小卡比兽，你看五十，那时候是对，是那个地底挖到的58等，结果他在我身上练到了67、68等才进化，所以等级越后面就越难升，然后亲密度又加很低。这里吗？上去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海兔兽是加体力的吧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阿亮，你叫我去追海兔兽、哦。你要加啥？你建议加啥？特防、防御不是吗？那你不是叫我练一只那个吗？坦的月亮伊布的话要加啥？加什么？对啊，月亮伊布，欸，让我摸一下，有没有？这是手指头。海兔是 HP， 对啊，我知道啊。因为那时候哪一只路卡利欧也是30级等进化，可是怎么感觉37了欸。还是要回去连原法师。好闷好闷。所以还是先连这个，好的，连了连了，宝宝，再来吃杀虫剂喽。换只行了吧？你一步是连出多少出的啊？我卡39，然后那时候大概刷了四分钟吧，就卡39刷，就是第四只只有三 V 啊。
YT 留言是不是放网址？对，不能放。你要放的话，你可以放 PC General， 我等一下去看好不好？有个宝可梦的频道，你可以去那边看一下。你的连锁怎么这么乖？可恶！没有，稍早也有一两个就断的啦，两个、三个就断的。我下午还在不信邪用打的，就打了三个，他就跑掉了。打了三个就没了，这样子。想说要去睡了吧，有连锁的几率贴上来，那你贴在 General 给我。就在 DC 吗？没关系啊，那个我相信小雨的能力应该很快就找到的。你现在平均都在15左右。那你有没有边抓边放生啊？不是，我是把那些曾经抓过的，他们再跑回来再让我抓一次，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在抓他们。我说等一下记得回来哦，我要继续拼连锁。还是你也是这样做？但是他们就是不回来找你。DC 怎么加？你先私讯粉专。哇，现在小帮手应该睡觉了。小帮手去睡觉了，所以应该没办法，没办法让你进来。就是你不是有订那个吗？加我会员，你把加我会员的证明私讯到粉专，然后小帮手会帮你拉进来。然后他们说这种边边角角的不要遇，很危险。然后我确实曾经听过，然后 Let's Go 那时候也是说边边角角不要遇。我今天一撞到那个边角草的时候，那种吓到，说对耶，我好像听过哎，边角料啊。这样用打的，打到连锁20级以上，我也是真的认了，好不好，小雨？都市传说是边角草跟两个连在一起都不要。哇，你们两个同时打欸，连草也不要。哇，我今天一直踩连草不是吗？今天当奇葩仔，哇哇！我一个干爹，他也是连续四次，一次就断掉，哎，爆了。边边，嗨！所以我说都是都市传说啊，怎么是你？你是加什么的？速度，感觉是速度。好，狼儿在玩动物森友会。有东西，你开始喜欢我了。那你要不要进化？
冰箱不叫冰箱，对不起，电脑里面不叫凉哦。哦，你在这边遇到的哦。啊，抓抓抓抓抓！我把你生，我要生一只小燕子出来。这时候，学杰哥说：“我不喜欢使用暴力。”又进来。伊布说他。宝可梦。哎，没差哦，我打死他。反正我是连锁的嘛，去数啦。那我换只，那你会有大洋啊？我也是吓到啊！我想说不是在连锁那个吗？哎、欸，它、啊、怎么断了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第一只就断了，我没有跑哎、欸。宝可梦，带一只在身上好了。稀有物，换回包包。不是这样子呢，霸气地。你叫我打死他，才17%的几率跑哎、欸，我打死他没错啊。给你机会哦、喔，我给你机会哦、喔，你给我进来哦、喔，打死比较容易断，没有13%哎、欸，使用，快要可以看后院跟大量发生了，对呀、啊，好诶、欸，快可以看了，真是期待大量发生是伊布呢。宝可梦要神跟百变怪神，动，哇，这边都是鸟，飘啊！想想看，打死3次就断连锁的啊！我怎么知道？要打3下应该没事。我的卷卷耳就打8下才开始连的呢。也会到。哎呦，啊怎么一堆鸟？这样飞到我想要伺服器那一群鸟、欸，天哪、啊，好气哦！来回头讲个话。还没换日，对啊，等16分钟，冲啊！这里鸟很多，啊不是，我的海兔兽咧。
哇，一格一格要打250只哎，我的天哪，你们怎么有办法打下去啊？现在是要连哪一只啊？海兔兽，加减连加减用啊。不然后面只，现在主要是想要用打的打野生宝可梦赚经验啊，但是又是想要顺便加兵哦，好烦。所以我都嗑药，不是现在不是嗑药的问题，现在是我想要打宝可梦让它加。加亲密度啊，可以怎么办？有人说摆出来加亲密度比较快，不是吗？我才说不是男生不行，是。我应该去百变怪草丛林，那边会出大只海兔兽耶！啊，早说嘛，可恶！行政地图，因为我还没在这边连过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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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不是，你早讲过了，对不起，没看到。我现在真的好累，14个小时好像有点不是人在玩的。看来肉体还是会累的，当然是会累啊。哦，原来我是种在这里，太棒了吧！防点数会降低，速度没流火攻击，月球宝贝龙蛋鱼有没有人要？哦，月球宝贝龙哦，月球宝贝啊，龙蛋鱼。有人要月亮球的宝贝龙吗？那个笨小子在问哦。不要百变怪，不要百变怪，不要百变怪。那浮潜又是加啥？有看到有香香的蛋种吗？你问一下。有泡芙的樱花鹅，有还有加二树哦，那好像不错呢。哦，百变怪有 EHP 哦。
泡芙加二是什么？叫蛋种，宝贝龙吗？爱心球球球，爱心球丑丑跟爱心球球鱼。啊、请问，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一小时。啊！啊！好了啦，分。火焰饺子，哇，抓！是饺子兄弟的火焰饺子，比原本可爱，对不对？不让它进化了。我现在有进化型跟没进化型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果然是色尾日，还有九分钟。哎，这个就是玫瑰金的绿那个颜色啊，玫瑰金啊，那是什么？珊瑚粉哦。珊瑚粉，那个下一个可以去喽，挂号下一位，动。来来来，你跟妈妈在可，你跟爸爸好，爸爸。回复有误，还有再连呢、欸。还孟特欸，再来闪呐、啊！再来闪呐、啊！敢不敢再闪？敢不敢再闪？你闪我就抓给泡芙，好吗？宝可梦波环没有啦，今天是刚好色，是色尾日，是社群日，是色尾日。我不知道开一个梦特的啊，梦特箱，把它放在这边好了。这只也是梦特移动，你不要吗？你不觉得这个粉很好看吗？我以为你要欸，不要就算了，你不要就算了，我以为你要。对不起，我太自作多情了，我以为你要嘛。好，开打开打开打，终于可以打了。色尾蛋种梦特，多开一个吧。蛋种，你是说这一个的蛋种吗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赶快去生一只色尾帕奇利兹出来啦！你在给我完美男孩？你是说小泡芙吗？啊，我要不女的泡芙，我不要男孩。说阿尔宙斯的版本
比较吸引我，钻石分数还好，各有所好啊。阿尔宙斯也比较吸引我啊，可是我就是想玩，因为阿尔宙斯没有卷卷乐啊。来月球宝贝龙又可以了，还有没有要月球宝贝龙？月亮球宝贝龙，然后月球宝贝龙，哎呀，啊，怎么都在这边？你们搞排挤哦？OK 啊，六 V 小泡芙，是男的哎、欸。一只就没有了，太无情了吧！看一下哦，阿尔宙斯预购的特点一样是马纳菲吗？哎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是吗？泡芙是吗？那时候的特，那时候会收马拉菲是因为那个吧，官方送的吧。二十八连手断了，小雨十六分了，还没公布。好，我不知道啦，他应该也是问问的。巴哈商城那边可以看。哇，所以去阿尔宙斯再拿马拉菲，又要阿尔宙斯回战，阿尔宙斯回战哦！我想说要战什么？当时空穿越者的，好的，我不，哎、欸，一对不对？你们说百变怪是一嘛？生命加一哈，打他，打死他，打死他。打死你这个口腔子。一路顺风。那要记得跟我讲说，轻松踩多少、哦？就他是我是回到过去，谁管你啊？那你要签一下那个乐透、哦，然后未来的你就是有钱人，有钱的小雨。三十个承重球预购特点跟一张特点阿尔宙斯 V，V 是什么？卡片吗？哎、欸，细末你不是要睡了吗？哎、欸，对不起，继位靠腰啊，继位你不是要睡了吗？哎呦，怎么又叫错？继位，哦不，这个伺服器掉等级了，几段？好，主播掉了。只剩一只宝贝龙，有没有要宝贝龙？剩一只，是最后一只。你不是说要开到十二点，那我就关台吧。对啊，差不多了啦，十二点了。
那天空流星，你去找笨小子吧。好了，我的灵压快消失了，估计明天要睡到十点十一点了。还是伊布不进化不关台，不行了，快死掉了，真是快死掉了。我的极限好像真的到了，年纪到了，不能这样子玩。还有和服组合卡地狗形式的样子，跟豆腐面具，哇，这个面具就够了吧？有这个面具，就值回票价了吧？对不对，小雨？他在那边讯号不好，他还在时空穿越的乱流。他现在在经过时空乱流。银华再进呐，又不会跑掉。哎，十二点了，哎，想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后院有什么，然后大量生出是什么。我今天还是。十二月八号啊，然后嘞，有那个吗？你还是伊布吗？你是大量布鲁哦。天空流星是八七八七八七八八。我看一下。啊，我怎么又是草 baby？ 还没更新吧？过两天一样的吗？还有地下卖什么光笔？对耶，啊，边边角角是不是开了啦？阿尔宙斯版的玩剑盾会有泄密特点。你是说有剑盾记录的吗？你没炒 baby， 不是啊，我稍早一直在问有没有要炒 baby， 问很久了，要去跟妹妹说话算是话是没有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跟妹妹对话，她会自动。哦，然后泄密又可以再丢给这边是不是？如果泄密可以丢回。丢回重置版的话，那玩是降维喵，我就五十级分配记录，然后先直接调为28号，没人。好，准备是大量草北。哦，那我们。哦，那个天空流星998198972，跟妹妹对话是不是？妹妹是不是喜欢草 baby 啊？妹妹，她的游戏名字叫笨小子哦。妹妹，我来找你了，妹妹。你的后院怎么又是玛丽露？陆莉莉吗？欸，我是新石鸟欸，哇哇，那个草 baby 没了，不好意思。216是不是这里啊？217 216，看我怎么来。大量象尾喵后院吉利蛋，杜丽丽赢赢什么啦？露丝不会走路了，露丝不会走路。
我们先去看看鸭子。小心一步进化成冰一步，阿干真的假的？我可以按叉取消吧？我看看而已，我没有这边练，我只是看看而已。我想看一堆鸭，不是一堆鸟。啊怎么对？啊你们那边鸟进化完换我这边？到了吧，到了吧，我要看鸟而已。看鸟而已，欸、好可爱哟、喔！这个我明天再抓啦。这个明天有来看台的，我再给，好吗？我现在体力真的不够了，很阵地。那我先自己抓一只。抱歉了，各位观众们，我先爽一下。我现在其实一只眼睛张开，一只眼睛闭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流眼油了，眼睛好痛哦。啊，怎么是你？啊，这个可以连锁哦，晚点来连，明天来连。哇，这边会下冰雹哎、欸！定时娘应该不怕冰吧？熊猫团团，好像你哟、喔！大量珊瑚，哎、欸，大量珊瑚的画面好想看哦、喔！完了，这边不能点到为止哎、欸，点下去死掉怎么办？把这些鸡明天再来抓。哎，干太可爱了吧！哇，团团说他以前都用这只拿来丢人呢、啊。想要的明天来看台哈，够过的就有哦，宝宝，他有冰水不怕吗？有冰就不怕了。这回是紫色的，你有哦？紫色这我知道。明天在这边连锁了，我不孵蛋了。明天孵个几颗五 B， 我再都丢给你们，我就去这边连锁了。来，后院换后院了，豪宅，自豪后院。你的大师弟有蜻蜓耶？我蜻蜓，沙漠蜻蜓吗？从袋子里拿出一根竹子打人，哇哦，好想看，想看那根大竹。跟谢师傅的钢棍一样，好想看他用那根竹子怎么打人呢、啊？你还有地下光碟大叔可以看，好。波边兽，哇！我好开心哦！
蓝色的哎、欸。光碟，光碟，再来是光碟。完了，明天。剩下的特点，好啊，明天再说。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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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小。我先把特点资讯截到主播，要是想看可以看。好啊，好啊。如果记得的话，真的抱歉，我觉得我的光快死掉了。蓝玉，今天是哎，汲取权啊，不行，它不是那个。哎、欸，啊，如果没有红跟蓝的话就没救了，对不对？没有红跟蓝玉的话就没救了。疾风的后院是一部，该你刷了吧，该你崩溃了吧，疾风。没救了，好，没救，对啦，没救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花个300块看一下啊。有没有代售啊？蛋蛋是蛋蛋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不是这样哎、欸，我明天好多事情要做哎、欸，蛋，我明天好多事要做哎、欸，小雨，不给休息呀、啊，不行，今天还是亏本技能级，哦，哦干。到时再抓给你们，等我。我干！对不起，我叫太大声了，但是好忙哦，明天。我先记录一下，定时鸟，波边兽，代兽，蛋蛋，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明天知道干什么了。明天12小时继续，我们拼！我离不开大师弟了。我先离开一下好了，我先去，我先让这只升到下一集啦，36、39集。你晚上会做梦哦？我觉得会做梦哦。我啊，怪兽，蛋蛋，定时鸟。好好休息会啦，等一下记录档弄一弄就睡着了啦。啊，不对，我要跟 M 换那个拿爽朗的。一路安安 ，Hello Hello。过了12点有一步正常吗？过了12点还有，你重新再去问一下看看。不正常啊，明明说是多边兽。我忘记嗑药了。白痴哦，这就是白痴哦，白痴白痴白白痴白痴。白痴，杜莉莉还好啦，我已经有了。
嗨，又是你，嗨。进食的鸟多接受，应该是蛋蛋带龙。蛋蛋等于带龙大于信使鸟大于多金兽。哎，假呢，又是一只呢。等一下呢。它自动停掉了吗？好了，打一打啦，赶快赶快升等，赶快进化，赶快不是赶快升等。一二八，再两只。好啦，付钱又打啦。啊，没办法进化的伊布，可怜了。能把你藏在心底的位置。的样子，哇！下班下班，完美 ending， 哇！那么好看啊，啊，对啊，他是真的色尾比较好，色尾其实色尾跟不色尾就是差在那个啊黄色圈圈的条纹。大声咆哮！哦，你有船连接到兔窝了，好，感谢感谢。不过应该还是两点睡啦，因为吃完东西马上躺的话没办法，然后再把百变怪的那个伊布的蛋弄一弄。好啦，啊，这一版没仙子伊布就很可惜，不然我一定留给仙子伊布啊。
好啦，拿第二颗蛋。好了，有剪片的题材了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。哦，荧光的，它会发光，它会发光。会发光欸。阿尔宙斯就是在玩魔物猎人啊，他当时不是有说吗？有玩家进入战斗系统。啊，拉鲁拉斯没办法，啊，你去也可以。哎，回来啊，你们！哦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还有你过来。杰克，赶快带你的帕奇立志来这边逛街哦，杰克。我看还可以带什么？还是在这边逛街，他们会加亲密度啊？密度的关系吗？欸，可能是欸。他当时进去有说哪些不能带，哪些可以带。那我试试看哦。杰克在刷孟特，孟特的什么？帕奇利兹吗？对，刷孟特，我还有一部的孟特要丢欸。怎么办？我可以明天就丢五 B 的给你们，你们就自己去生吧。不是随乐拍家的正传吗？我试试看哦。出波的哦，哦，对呢，要存，我也需要存符的。对啊，你看，这不可，这不行啊。他有说，好像我记得是伊布系列可以，然后也都要那种二头身的壳。好，那我带小泡芙，明天不要。有特定的宝可梦，你看这只卷卷耳，我根本没有带过亲密度，然后这只伊布也没有亲密度啊。那我要卷卷耳的。
还有一只嘞，啊去了。半了，要休息喽！感谢各位，我把东西收一收就弄。啊，谢谢各位今晚的收看，所以又加开了两小时。感谢各位愿意陪我到这么晚，现在声音有点哑了，真的哑掉了。然后月亮鱼。你在这边好了，你乖乖在这边，都是地上群的，来待在一起。然后，欧帕奇力，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感谢各位。我要去跟 M 要他的宝可梦啊，就这样咯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拜拜，帕奇力，拜拜。